学校带出去。可以叫你带进去。带的。然后你学校可以随便带人带出去。他就是一样报警。哎，对。对。我是说，我要去他们的学校，不用报学校地址，因为你只是代表学校出去，还可以代表学校，在部分的教师，哎，教师，那你学生这样就是要报错，报错，这样子，那你去老师要什么东西啊？不用讲，不用报错，一定都是要报错，就是一定要有。卖公盒子，欢迎大家。那三老人家比赛的，没有教育部门的，不是。哎呀，你让他领走遍了。他们今年也很赚钱。老师讲说，哎，这个比赛还是因为以前教育部，教育超难。这保持很久才可以这样，你要出这些泡泡这样，不然你要干嘛？你要留级停薪，还几天还要留级停薪，太严重了吧？要打临时状态，就要报警，这样啊，没有公交这个费用，那就还可以请事假，做不好，还请事假还要请大队。公费公价向他们进行一个活动，哎，有报警，就是又打断，就把你这个交给我们的警察，机票、住宿、住宿啊，要打才一万金而已，对，钱三百，对，飞机是钱三百，不是要公公价，公司的警察需要多少公价？你得奖。不要讲说打，可是像我们公司说就是那种有经费在啊，是你要去打就被淘汰，不管打第几个被淘汰，或者是要打冠军，打完东西要全部都自费，所以他们都去，所以另外要去的能不能成行，其实都很麻烦。我准备讲啊，叫你学校同意，学生同意就。对啊，我们在英国那个，如果他们觉得哎，做导游队啊，什么比赛或什么比赛，他是要跟老师讲一下，就算有考试，老师要给考卷。这样哦，在台湾做好看多，卖卖一点钱。没有，他意思就是，如果有事的话，家长有。然后因为全场出去就是我。对，可是最后最重要的，这个功能是最重要的，不是有感。撞不撞？绝对没卖。他有报警收费公价，卖公公卖卖公费，报警公价准你出去，那就辛苦到了公价。Thank you.